花莲县长徐祯蔚继去年首度为文旦柚金牌得主贴红榜庆贺之后，今年的瑞穗文旦柚评鉴赛四大金牌王出炉了。那么县长徐祯蔚在今天下午也逐一到府来贴红榜表扬肯定，场面是喜气洋洋。县长许仁伟一下车，看着前来迎接的文旦柚金牌奖得主，就是一阵恭喜。伴随着鞭炮声，现场一片喜气洋洋。今年瑞穗乡文旦柚评鉴比赛圆满落幕，四面金牌奖项得主出炉，除了李玉启、李文胜，还有三连霸的郑云和与方文胜。县长许祯蔚也逐一到府贴红榜庆贺表扬，场面热络。在这里，在县长许祯蔚逐户登门贴红榜庆贺之余，也如鉴赏家一般，一路品尝每家金牌的柚子，也不忘检测糖度，平均都在14度以上，品质风味绝佳，也让今年文旦柚整体销售速度直线上升。珍惜把握最后的一周的订购，我相信花莲的柚子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而且让大家吃的还想再吃。另外这个文旦柚它的营养丰富，对于肠胃的部分也非常的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营养高价值而且又是好的有益的身体的水果在这疫情期间吃好的东西，吃最天然的东西，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我想这就是最好的良药。距离中秋节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瑞穗乡鹤冈文旦柚专区的文旦柚都已经卖了80%以上，甚至得奖的农户几乎已经开始清仓。想要品尝花莲独有的微酸甘甜黄金比例的文旦柚，消费大众动作可得要快了。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